苹果公布2021年度圣诞节短片拯救西蒙。凤凰网科技讯11月25日消息，今天苹果公司在社交平台公布2021年度圣诞节短片拯救西蒙。在短片的最后，苹果写道，是那些我们等了一整年的人。据悉，该视频短片由奥斯卡提名导演杰森雷特曼以及他的父亲伊万雷特曼执导，背景音乐则是瓦莱丽琼的你和我。短片中没有出现苹果产品。